太阳在大海上，我想起你，当太阳照这是画牲口婆啊。画啥牲口婆？背诗呢。诗是这么背的啊？我看看诗背的咋样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彩饼是啥？彩饼啊，这句话的关键呀，不在于啥是彩饼，关键在于月亮像彩饼一样，在夜里的湖面上画出五颜六色的影子。哦，那你也没跟我说啥是彩饼啊？我问你，彩饼啥样？彩饼就是彩饼嘛，彩色的饼嘛。你给我画出来，画这儿。彩饼都不知道。看啊，这是铅饼啊，彩饼就是彩色的饼。那念笔啊，你们念笔。舌头。彩笔，这诗背的咋样了？不懂，背不下来。这背着呢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说我要把这诗背给杜兰云听，他还能生气不？他能美不？你还想着杜兰云这个事啊？哎，昨天晚上我教你念诗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想到了，你要走的那第三条路是个啥路？啥路？古书上说呀，有那么一种女人，不管你咋，也不能娶进家门。但是不管你咋，你也忘不了她。你就是想她，没白天没黑夜的想啊，一直到死。嗯。咋了？到死咋了？知道，古人把这种女人叫个什么？扫把星？不是。克星？也不对。都死了都没娶进家门，那就是克死的。你不要老想那些个坏的，你往好了想一想，知道古人是怎么想？咋想？古人叫他红颜知己。四个字儿，日本人。这不是个名字，是个名词，红颜知己。哦，词儿啊。哎，你就说点简单的，说个名儿我听得懂的，说说。我说了名字你也不认识啊。哎，我认识，你说吧。苏小小，南齐人，你认识？哪村的？李师是北宋人，你认识？宋朝人，那我认识个球。还有明朝的董小宛啊，李香君、陈圆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叫啥？李香君，这名好，香。李香君，李香君，哎，你听，杜兰云，李香君，这俩名有点像。哎，李香君、杜兰云，这都在一个折上嘛。这个好，像这样的名还有没有？再说两个。那就多了啊，有现在还活着的赛金花啊，小凤仙，你说的这几个，不像正经人家姑娘。可也是啊，怎么这些个红颜知己都是青楼女子呢？
啥意思？哎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。这样啊，这样跟你说，就是说，所有你喜欢的，但是娶不进家门的女人，就都可以算是红颜知己。哦，红颜知己，这知己我明白，那为啥叫个红颜呢？漂亮嘛，如花似玉嘛，你能说杜兰云不漂亮？你看看这个小眼神，一定又没往好了想。是，你才没往好了想呢。那你看啊，你说的那个红颜知己，跟你诗里的那个万啥静，万籁俱寂，他不像个人名儿，他听着怎么好像差不多似的啊？那是什么万籁俱寂名词？你听听，多矫情，多装怂啊！啊，我就是想让你给我琢磨个名儿。我呢，以后叫杜兰云，不跟别人叫的一样，我单独叫他个名儿，简单一点，喜庆点，像个人名的。我想了一个，你帮我听听。那你想的是什么？小红。小，咋样？小红，咋了？挺好，小红，小红挺好。好吗？挺好。好还笑？我觉得小红挺好。真好。小红嘛。正好我就这么叫了。随你。哎，你快再给我说说，我把这诗背给他，他能是个啥反应？那要看你是咋几个病啊？你是站着背啊，你还是坐下来背？你是大声的背啊，还是小声哼哼着背？你是就这么低着头背呀，你还是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给他背？我肯定是站着背，抬起头看着我的手给他背。那我想不出来。你也甭想，我也等不了了，我去了。你别猴急舌嘛，你这。那你去吧，你去吧去吧。我也想看看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，这爱情事可咋个背。干啥？没事儿，坐坐。哎，你这儿还挺暖和啊。有啥话你就快说吧，我还忙呢。我最近开始看书了。看啥书啊？这什么？我学了首诗。学诗？我背给你听听。你认字了？啊。那行。那开始。我想起你，每当太阳在大海上辉煌照耀，每当月亮在泉水中抖动彩柄，彩笔。我听到还是看我。
看到你，我看到你。每当大陆的远方扬起灰尘，哎，等等。啊？你手上啥？手上没啥呀。手。没有。你看没有，这也没有。转过去。转过去也没有。没有。别动。这是啥？你识字了？啊。你这画的是啥玩意儿啊？是，我是怕忘了。其实就想提个醒，但是我真背下来了，真的。不信你坐着，我接着给你背。行，接着背。我伴着你，即便你在天涯海角，犹如身边。太阳西沉，星星很快将我照耀，愿你也在我身边。笑了，你要是笑了，就说明你不生气了，行吧？那以后那事儿咱就不提了。今儿就算我给你道歉了啊。那小红，你先忙吧。嗯？谁？我先回来。振东。什么小红？开始吧。嗯，好，好。那个，稍等会儿，我嘱咐他们两句啊。今天没有婆娘给你们看了啊。但是也没关系，你们呢，就当有婆娘那么给我跑，又不是跑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别让人家看咱独立大队的笑话，更别让我觉得你们就是一群会交配的大牲口。方振东，拜托兄弟们，啊！大哥放心，跑！第一组，上炮！Thank you.
根据情报，鬼子明天很可能会强渡黄河，对潼关发起进攻。咱们的重炮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射击参数啊已经设定。昨天我们还在后沟进行了试射校准，可以做到分毫不差。好，那就等明天鬼子强渡之后，我们实施重炮攻击。鬼子的火炮如果还击，对我们的重炮有威胁吗？哼，不可能。咱们的重炮射程接近10公里，远远超过小鬼子火炮的射程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你去准备吧。是。他就是貴様ら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。敵重砲基地は我が方の攻撃により全て破壊した。貴様らは心置きなく黄河を渡り道漢を攻め取ってこい。はい。どうぞ勝ち。多亏你了。客气啥，打鬼子守潼关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。不光是我，咱们潼关所有的老百姓都有这个责任。是啊。对了，这次能顺利的完成任务，多亏了他们独立大队的人。会和他好好说话呀，说的挺好
哪儿捡的？后沟，坡下头。能看出啥来？这是日本的军用罐头，松柏屋，马自扎克亚。我在粮站见过。这是日本兵的作战口粮啊。鬼子来潼关了。通知大队集合，拿家伙去后杆。等下。等啥呀？ 这都到家门口了，还等啥呀？你让我说完好吧？刚才我也只是推测，到底是不是鬼子兵，我不知道。即便是，他们来了多少人来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沟一共有七十八条沟，你怎么去一条一条的找？我觉得这件事儿，还是要跟万子晴汇报汇报，商量一下。不行。 这块肉是咱们发现的，你跟他说，那这好事儿到底算谁的？你出去一下啊！你出去一下，来，出去。 郑东，从我们认识到现在，顺顺的顺着你，依着你，但今天不行。 我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万一是鬼子兵进了潼关，别说是我们独立大队，就是正规军独立营也未必干得过他们。你吓唬我？我一点没吓唬你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件事必须得去跟万营长商量商量。你不想去，我去。 你快一点做决定吧！我真的没骗你呀，小爷。胡进才分析的有道理，日本人可能已经到了潼关。可你的房线上怎么没有一点反应？也未必是我的房线漏过来的。这两天他们停了炮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专门增加了巡逻的兵力，看来还是没防住。 这日本兵混进潼关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很有可能是冲我们那四门德国重炮来的。狗日的！三连长，你马上回重炮阵地，立刻坚壁清野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下山，切断一切和外部的联系，包括粮食和水的供给。 日本人要是真的到了潼关，而且他们的目的是我们那四门重炮的话，麻烦就大了。
一定要做好长期鏖战的准备。嗯。如果日本人摸清了我们重炮阵地的具体位置，我们就彻底被动了。重复命令。是。嗯，坚壁清野，切断供给，终止一切和外边的联系。还有，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把炮弹和重炮分开的远一点，以免遭袭时引燃我们自己的炮弹。是。要不要派人手给你增加防守？不用了吧，我那山上有38名战士，再加上独立大队的几个兄弟，人手应该是够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突然调兵增援，也容易暴露目标啊。嗯，好，邢武兵到，派一名战士带两挺机枪，跟张连长回重炮阵地。是，张连长，回去的时候别走老路了。知道。坐吧。不是，我站在那干啥？独立大队继续和炮兵连训练，今天这个消息就不要外传了，我们几个知道就好，这点很重要，包括独立大队的士兵，好吧？哦。独兰云那边要不要跟他说一声？嗯，我一会儿跟他说。走吧，振东。我知道你打心眼里不愿意。嗯，没。我看得出来。但是如果你们要擅自行动的话，万一和敌人交上火，我们就很被动。嗯。现在这种局面最好，我们就佯装没有察觉，只是把炮停了。我会尽快拟一个诱敌计划，大家通力合作，全歼敌人。你放心，振东，这回这事儿一定有你一份。我再叮嘱二位一句，千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哦。你这别跟我说话。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样，你看他刚才那样了吧？啊，以为自己是诸葛亮呢，要没咱俩给他送信儿，他就是个瓜怂一样，瞪着俩眼睛死那破黄河边上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重炮阵地吧，我是万子清，情况怎么样？好，等张连长回来，立刻给我回话。啊，别忘了提醒他，粮食和水一定要备足。让他做好长期鏖战的准备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赶紧通知你们的人，最近没事别出来了。试枪的工作也先停了，我事情比较多，就不过来了。最近，你要注意警戒，加强安全。嗯，我同意你的分析，鬼子孤军深入，绝对不是冲着我们小小的机械修理所来的，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企图。什么企图？左右夹击你的河防工事，里应外合，攻占潼关。这我还真没想到。不过从河对岸通报过来的战况看，鬼子没有任何集结兵力的迹象。那也不得不防，人数查清楚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估计人数不会多。那你赶紧回去查一下，我也赶紧准备一下。嗯。路上小心啊。好。这个字念万，乌岸万，万籁俱寂的万，万紫千红的万。万字呢有很多种写法啊。也念万。这个呢还是念万。
百家姓里姓万的万，万佛台、万紫琴啊，都姓这个万。你呢，照说也应当姓万。我不姓万，狗才姓万。换一个，不学这个。啊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换个新字儿啊。这个字儿念声万，不学这个，会了。不对了，这就不念万了，这个字儿念方。仪态万方的方，方方正正的方，方圆规矩的方。啊，你也姓方，你娘也姓方，方正东的方。啊，嗯，方呢，跟万很像，差别就在头上这么一点儿，像一把刀啊。这方跟万区别就在，哎，这把刀。嗯，方。就是给了万一刀，哎，这字儿好，行了，知道了，换个字儿啊，再学个新字儿啊，嗯，来看看，这个字儿念声，你快点吧，扔，扔，扔。心字头上一把刀，是为柔。人要想做到柔，你就得让人插刀啊。我明白。就像是今天这事儿，明明是咱发现的鬼子，还得去告诉万子清教咱咋做。这就叫人。对，这就是他给了我一刀。那不念忍，那念忍啊！对呀，日恩忍嘛。这发音你就别教我了。啊，还要学就是。哟，杜姑来了。啊，那你们聊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啊，哎，你咋来了？鬼子潜入潼关的事儿，我也听说了。你能第一时间主动和万子清沟通情况，我还真挺替你高兴的。看来你在三十八军没白待。哼，来给我上眼药了。那就算是吧，随便你怎么想。之前我心里一直担心你跟子清闹别扭，怕你们赌气误了守潼关这件大事，看来我是多想了。斗气归斗气，但你放心，绝不会误事。嗯，你还真认起字来了。你不知道为啥吗？上的，你不在屋里头暖和，在这儿出这个病，你出什么风来？我就想试试这天到底有多冷。你说这小鬼子真进咱潼关了？应该
你说他到底来咱家干啥来了啊？你怎么总知道问我这个问题？我咋知道日本人来这儿干啥呢？你看啊，咱都是人，啊，都怕冷吧？啊，没吃没喝，天寒地冻，这外头又是风又是雪的啊，他藏哪儿？啊，我咋就不信？ 那马鞭草捡了个罐头盒盒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嗯，有可能啊。这日本人不是有个飞机吗？他可能是在那顶上吃完的，那么随手一扔，哎，掉后沟了，那就很有可能。那可是马鞭草说了，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，而且埋得很深。马鞭草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它能下水？嗯。 要是真这样，这事儿还真大。嗯，那你说杜兰云白天来，他是啥意思？你咋几个又拐到杜兰云身上了？这不是顺着想的吗？他肯定是担心我，有可能也担心万子清。嗯，你说。 他是担心我多一点啊，还是担心万子清多一点？我说，嗯，你们两个人他都担心，更担心谁？